了世界。大师，你没事吧？大师，啊，没事。你为何在村中作乱？我想夸你来着，发质真好啊！我呸！你瞅瞅啊，你们一个个人类有眼无珠的，来个下药的骗子都敢来调戏我！小心！好。哦，你不是本地人啊？不过，这跟你来刘宅有什么关系啊？就是因为我是棵树，他们都不相信我的医术，一个个都瞧不起我。竟然不给我修炼的地方，我只能自己出来。经过我严密计算，刘宅就是我最好修炼的地方。哦，所以他们不给你修炼的地方，你就抢他们的，你还真是无耻之徒啊！哦，你也不是个爷们儿，因为真爷们儿也做不出来这样的事情。你。这棵树还挺爱干净，身上都没什么虫子。我以前老家呀，门口有棵树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着了虫子，没几年就住完了。白蚁，是白蚁，我们村的树最怕这个东西了。哦，你看是不是这个？你想象一下，无数的白蚁在你身上慢慢爬，慢慢咬，所经之处留下一个个密密麻麻的洞口，一个个洞口又连成一道道沟壑，最后不用风吹，一棵参天大树就此粉身碎骨。不巧的是，我恰好有几只，饿得很。哎呀妈呀，你个小丫头片子，你整事儿啊你！妈呀！别使我的本体，使了本体我就魂飞魄散了。嗯，
要我放过你也不是不行。你刚刚说你医术了得？哼，废话，我医术好可不是自夸的。嗯，那行，跟我们回清源派做大夫吧。啊？为啥呀？你们那儿病人很多吗？嗯，也不是吧。妖精村有那么多奇奇怪怪的草药，就缺个大夫，把他们做成药，高价卖到山下，到时候……啊！哎呀，算了，既然你不愿意跟我回清源派呢，我也就不勉强，只是替你感到可惜。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没有偏见、没有霸凌，还十分崇拜医术的好地方，哎呀，就这么跟你擦身而过了。哎，这样，到时候呢，你跟我演一场戏，我就放你走了。你觉得怎么样呢？哎呀妈呀！你要放我走啊？嗯。此番呢，我仅代表新怀村的所有村民，感谢二位仙人的大恩大德。行礼啊，行礼啊。怎么样，还是我们清源派厉害吧？哎，是是是是是。以后呢，有事儿就找我们清源派，别找什么天音宫。哎，是是是是，是我们呐，有眼不识泰山。这么说就对了。我们清源派呢，做好事从来不留名，哦，尤其是我清源之光赵坦坦，更是不图回报的。哦，不过我们这个回报吧，还是……啊，是是是，我们早就给你准备好了。哎，嗯，拿来。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这是救人于水火，从不图回报，人美金更美。人美金更美，人美金更美，人美金更美。哎呀，村长，我觉得呢，你呢可能误会了。我想我们对于回报这个事情呢，是有一些不一样的见解的。你看哈。想要钱呢？这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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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明白了，我知道了。仙人一定是觉得我们喊的声音不够大，心不够诚。一二喊，人美心更美。一二喊，人美心更美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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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好好好。我收了，收了，就这样，快收起来，收起来。你自由了，走吧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羡慕啊？你说的那个地方，真的能让我当大夫吗？当然，我可是那儿的老大，都得听我的。真的不会歧视我呀？嗯，嗯，这样，要不你跟我回去看看。我们那儿的人都奇奇怪怪的，多你一个也不多。你就好好想想吧，反正我还有事儿要做。嗯，哎，来点儿，哎，姑娘，来看看。老板能尝尝吗？行，吃吧。怎么样？要不要跟我回去啊？我买的榴莲干，你尝尝。我最讨厌榴莲干了，你快拿开。尝尝。嗯，这什么样，好臭啊！是，特别臭。你以前最讨厌吃。嗯，这还挺好吃的。是你，还是那个讨厌香？果然是为师看中的好徒儿，你
居然连韦氏喜欢吃香菜都知道。实话告诉你吧，你可是千年难遇的变异灵根，只要你跟着为师好好修炼啊，打败那个慕白真人不是问题。你说的那个慕白真人他是谁啊？他是我们修真界的少年奇才，你说大家和和气气的一块筑基一块玩耍多好，结果听说这家伙5岁就能结丹，8岁筑基，18就能元神出窍，搞得我们这些老老实实修炼的弟子每天都被师父叨叨。徒儿奴钝，承蒙师父不弃。哦，你同意了？好，从今天起你就是我赵坦坦的开山大弟子，你要给我争口气啊，毕生以打败你大师伯慕白真人为己任，记住了没？师父，终于回来了。师父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种了千年槐树精，我还收了锦旗呢，你看。徒儿，你回来了。师父想你想的好苦啊，师父好苦啊，小白啊，你可算回来了，老天爷呀，这回咱们清源派终于有救了。哎呀，哎，你好，师父啊，我这才走了一天，你就老眼昏花成这样了，你在的徒弟我在这儿。小白啊，这100年你上哪儿去了呀？小白，干嘛呀？他是我新收的徒弟，叫崔晨，不是什么小白。我的确叫崔晨，但我结丹期的道号叫慕白。慕白，慕白，慕白。我好大意，徒儿，怎么就变成了慕白？他都失踪100多年了，怎么就被我给碰上？狠心险恶，骗子！是我青竹峰哎最优秀的徒儿啊。那是。哎，师傅，你看我抓了千年槐树精。哎，师傅，这个崔晨他骗我，你赶紧把这个欺骗同门的人赶出师门。师傅，不要怪师妹，可能是我不配吧。师妹从来没有问过我的道号。可不吗？哎，你忘了问你大师兄的名讳了？我一父一母的亲徒弟，我怎么知道他会变成丧尽天良的慕白啊？什么慕白？人家是你大师兄，你赶紧叫师兄啊！哼，死都不可能。师父，我懂事，我不生气。我们刚认识，以后慢慢来。以后更不可能。哎，你们两个怎么会一起回来呀？师父，师父，那是因为我抓了千年槐树精，你就看看。哎，这次回来就别走了，以后在门中好好练武。什么脏活累活，尽管交给坦坦去干啊！哦，那不好吧？没事儿。师傅，为什么要我来干这些活啊？哦，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就把话撂着，清源派有他没我。这么好的天气，不适合双喜临门吧？师傅，我跟你18年的情谊，难道还比不过这个男人让你独守空闺，每日以泪洗面吗？小别胜新婚，大别如复婚呐！你要是100年不见啊，为师也替你掉2滴眼泪，不能再多了。但是，你私自下山啊，严重违反门规，这笔账还是要跟你算的。我看这样吧，把房间腾出来让师兄住。什么？那我住哪儿？师傅你也太偏心了吧！我知道了，原来清源派早就没有我的容身之处了。先把房间腾出来，你住的地儿师傅已经替你想好了。师傅，没关系的，一间房而已。作为师兄，应该礼让师妹的。你看看看看，同样一个师傅教的，咋就差距那么大呢？不用，那我就多谢了。你诈我？哎，炸花生米，好下酒菜。小白，陪师傅去喝一杯去。走走。哎，搬搬家记得上课啊！你那个外丹术啊，怎么都学不会。你这个大师姐一会儿给大家划重点啊，记得去啊。
走。哎，走走走，走走走走。笑什么？师姐，就是这儿了。你这屋子还不如我的鸟窝呢。师姐，这是全清源派唯一一间不漏水的房了。师父说让你先住着，之后再做安排。青竹峰，你这个糟老头，还有崔晨，你这个黑心汤圆，我跟你们势不两立。终究还是回来了，清源派的门永远为你敞开。哎，我带了一瓶藏了80年的酒，我看看。坦坦上次偷喝了一口，我罚了他3天。哎，咱们俩今天悄悄喝，来来来，走走，来好好喝一杯啊。嗯，怎么样？好酒，来，师傅。清源派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都是因为我吧？你以为自己是清源之光，清源派就非你不可了？你又不在，就别背锅啊！哎，跟师傅讲讲，你这100年究竟去哪儿了？来啊，都看过来，今天给你们讲讲这个。哎，放开！我要去找那个崔晨算账。哎，等等，你外丹术初级考试可是考了5年都没过，人家慕白真人可是一次就过了。不许再提他的名字。谁啊？哎，你是慕白真人吗？你信不信？你再说，我把你鸽子嘴给你缝上。不说，那你快去上课吧。我不，我现在气得像个要爆炸的炼丹炉，我哪有心情上课？可是你不上课，你考试就过不了，考试过不了，你就没办法升级，不升级的话，你就做不了清源之光，做不了清源之光的话，你就永远不可能打败慕白真人，你打败不了慕白。好听，我知道了，这就对了嘛，快点去好好上课，等你放学之后，我再陪你一起去找那个慕白真人算账，好不好？嗯，你走吧。那我走了，你好好上课啊，加油啊。那我先走了，你上课啊，好好上课。年纪轻轻，比青竹峰这老头还要啰嗦。还有不同的颜色，你们都记住了没有？记住了。来，师傅。师傅，你什么时候收的坦坦啊？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坦坦不可能是莲纹。坦坦是我18年前在山脚下捡到的，当时他还是一个婴儿，后来就不知道怎么跟那个莲纹长得越来越像，甚至现在是一模一样。哎呀，你要知道，这些年呢，我是一把屎一把尿把他给，拉扯大的，所以他肯定不是莲纹。转世呢？也不可能。就算转世，修真者的资质是不会变的。你别看坦坦平时古灵精怪的，但是说起修真者的根骨资质，那跟莲纹是没得比的。而且坦坦吧，他的性格和习惯也没有半点相似，他们两个长得像，应该只是缘分。哎，你想啊，毕竟这世上好看的人各式各样，丑八怪都有几分相像。哎，师傅。哎，你这额间的西兰花怎么开了一半啊？原来他额头上那个叫西兰花。自从被他下了这个诅咒，100年来也没什么异动，可一见坦坦就开花。他们之间一定是有联系的吧？你拉倒吧，当年他给你下了诅咒，是说你动情5次就会遭遇大祸，你对谁动情都会开花的。谁呀？喵，妈咪。
可能是只迷了路的小野猫。哎，没事没事，我们接着聊。我不会对莲文以外的女人动情。哎呀，你一百年没有见到莲文，猛然见到一个跟她长得相似的，难免会勾起对她的回忆，很正常。师傅也是男人，懂的。哎，师傅，他……哎，但是你千万别把坦坦当作莲文，这样的话，师傅可饶不了。那可能是我闯魔界的时候和魔修们交手乱了心智，触发诅咒，意外开花。单枪匹马闯魔界，啊！我的徒儿现在出息了，行啊！来，师傅上上眼。什么玩意儿？我下山百年也没什么进展，终于发现，魔尊那边有一颗莲子，便把它带了回来。师傅，听说只要集齐七颗莲子，便可召唤七叶莲。没错，这个是七叶莲的气息啊。哎，师傅怎么对莲子的气息那么熟悉啊？我也有一颗呀，想当年我在山脚下捡到坦坦的那一天，正好也捡到了一颗，你说巧不巧？坦坦和莲子那么有缘。哇，这谁收拾的这么干净啊？啊，哎呀，反正不是他的。子和莲蓬果然是一体的，看来清源至宝七叶莲指日可待呀！没想到我清源派离复兴的这一天又近了，哎呀，太好了！师父放心，我一定会弥补百年前的遗憾，收集七颗莲子，复活七叶莲。切，装模作样！等等，集齐七颗莲子就能拿回清源派圣物，不就是找莲子吗？我下山一天给你扛一麻袋回来，等着吧。你果然是清源之光，为师没有白疼你。哎呀，不过这个东西呢，丢失了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啊，不用着急这几天。我看你啊，气色不太好，这段时日啊，在山上多住几日，也给你的师兄师弟做做榜样。哎，对了，尤其是那个赵坦坦，18年了都还没有筑基，你不考虑拯救一下？哎呀，这个得看师妹配不配合呀。我才不要你管。我不管，你必须给我好好管管这个赵坦坦。那师父发话了，我可不客气了。嗯，这就是莲子吗？姻缘绳一旦系上，你就再也逃不掉了。怎么阴魂不在？坦坦，坦坦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脸怎么这么红啊？有吗？做噩梦啊？嗯，肯定是做噩梦。我居然梦到了崔晨，梦到大师兄。我听说女孩子做梦梦到男孩子，这个叫……叫啊，春梦！你才春，你才做春梦呢！我还没做过。他们说呀，只有怀春的少女才会做。春梦里都有啥呀？你跟我说说呗。雪姨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以后呢就少看那些没有营养的画吧，要不呢我就把你的翅膀折断，再烤了。是，我跟你说。雪姨，别跑，站住！
你摔死吗？谁知道你居然挺住了。算了算了，今天是我筑基的大好日子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不过你怎么今天突然间筑基了？难道是我们那个名不虚传、德高望重的慕白师兄给你上小课了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那个阴险狡诈、沽名钓誉、哗众取宠的慕白小人不给我穿小鞋就不做了。我跟你说，他就是个芝麻馅的汤圆，看着白，心黑。师妹，咦，这个不是那个连自己道号都不敢报的慕白真人吗？哎，怎么，你今天不用陪师傅喝酒拨大腿啦？我听说师傅最宠你了，我特意来抱抱师妹的大腿。不是献殷勤，干嘛？陪我去个地方。不去，慢走不送。我听说师妹几次筑基都没有成功，不想知道师兄我修真速度天下第一的原因吗？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们坦坦为了筑基成功真是无所不用其极，结果刚刚才成功。哎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像你筑基这么费劲的人呢。坦坦已经会飞了。谢谢你啊。不用谢。不想，毕竟修真没有捷径。那算了。哎，雪姨，你看看这个人，邀请人也太没有诚意了吧！我才拒绝了他两次，他就放弃了，说不准第三次我就去了呀。你快点去吧，难得让大师兄上一次小课，这种机会不多。哎，快去去去去去去！哎呀，那我不想去，是你让我去的啊！对对对对对对，是我是我是我。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催汤圆？很快你就知道了。是吗？我是猪，我居然会相信你？师妹，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。我带你来这里是为了印证一件事情。印证这池塘能不能淹死我是吗？你听我说。你臭流氓！师妹。师兄。这里是我新发现的小天地，这里的灵力有助于我们修炼内力。到处皆失境，随时有物化。师妹灵力深厚，他日定是清源派的骄傲。那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秘密小基地。你有意诓我进来，我逃也逃不掉，就勉为其难的答应吧。师兄，你要是勉强的话，那就算了。不是灵魂，师妹，对不起，我刚刚真的不是要故意捉弄你的，我这样的确过分了。我知道你很生气，可是你真的跟我之前见过的一个人长得太像了，我以为他真的回来了，我只能用这种方法验证一下。现在我知道你们没有任何关系了，师妹，师妹，怎么都湿了？别提了，都是那个死人脸慕白，臭流氓！他又怎么惹到你了？我
算了算了，都说自己蠢，没事了。以前大师兄不在门派的时候，你就跟师父为了大师兄较劲，现在大师兄本人回来了，依你的性子会没事？那才叫奇怪呢。我跟你说，我跟他现在的恩怨就是新仇加旧恨，没完没了。好了好了，总是小孩脾气，你这出去会被人笑话的。哎，是他先惹我的，又不是我先惹。行了，我先去你房间拿衣服，赶紧把这湿衣服换下来，免得着凉。慢点慢点，快来快来啊！他的猪蹄折了。咋的这是？可能是骨折呀。我全打疼，咋整？能行吗？别动，交给我吧。他是大夫，我相信他。诸位，给我留下两个腰就行，其他的腰麻烦你们帮我砍些木头，帮我做个轮椅吧。好，走走走。剪子。头，好，你看，这不快好了吗？哎，那是啥？麻烦给我接蛛丝。好，好。好了。哦，谢谢。没事。神奇。你站起来试一下。我。咋样？好多了。切记回去卧床休息，不可剧烈运动。好，好，谢谢。慢点，慢点。你的手。哎呀，没啥事儿，晒着太阳就长出来了。那你可真是个硬汉呐。你是第一个了解我的人。那我已经帮你把重点画好了，下次考试别再垫底了。嗯，啥时间对我最好？停停停，别撒娇，知道师姐好就好好看书。行了，我去给师父和师兄送粥去了。哎，等一下，等等。怎么了？这个山上都要揭不开锅了，你还要给那个黑心汤圆熬粥？哎呀，坦坦，我们坦坦最听话了，是不是？怎么说？大人有大量，下次有好吃的，师姐第一个想到你啊。哎，师姐，要不我等会儿去给他送粥吧？我想呢，就趁着这一次的机会，好好跟他联络联络感情。你一个小丫头，又打什么鬼主意呢？啊，我哪敢啊！他慕白真人可是修真界第一人，打他歪主意，我不是找死吗？我就是想趁这个送粥的机会，跟他把之前的误会解释清楚。那行吧，一刻钟之后来山房取粥。骗我捉弄我还想喝粥。